主席，我謹代表公民黨反對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。民主黨是會對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呢是投下我們的反對票，我們啃不下，所以我們反對。我們民主黨是會反對這個預算案。我和民主黨呢是毫無疑問必然投票否決今次的財政預算案。反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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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否決。